到哪个身上都连接。如果你的心越大的话，你的心越大，帮助别人的话，你的舞台就会越来越大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精彩。电脑绘图呈现出陈志祺的心境。我自己是过来人，他之后看到这个句子让我感触很深，他也希望鼓舞现在在低潮的人。12年前，他才刚刚国中2年级，一场车祸带来巨变，颈椎受伤，全身瘫痪，从此展开他轮椅上的人生。只有跟他踏脚，踏脚脚我都安尼叮当安尼样样啊，所以讲不管你第一哪里抓痒啊，还是他哪里怎样啊，你都爱个，就是你要当他的手，当他的脚这样啊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原谅他了啦，因为老实说这个算是一个缘吧，而且应该也要感谢他能够让我把这个业障消耗掉。父母全心全意照料，每天复健，志祺手脚萎缩控制得不错，从来不和社会脱节，还专程到台中静思堂聆听刘铭心灵讲座，吸取生命养分。虽然大家都是残缺的状态啊，但是只要有心的话，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这样子。God sends His ways to tell. 志祺的国中老师林坤龙每个礼拜一天专程到家里教他，为志祺充实技能以外的内涵，持续12年不间断。如果持续来关心他，那他就可以，一直就是说不断的学习，然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子造成一个家庭很大的负担。爱与关怀始终不曾离开。那么多贵人在帮助我，我自己自甘堕落的话，那不是很对不起家人，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很多贵人吗？陪伴走来，我觉得说给我们成长也是很大。我觉得他父母，尤其是后期这边哈，也有接触到慈济这样子哦，他父母心也是有宽的。强大的善的能量支撑着志祺，成就他活出奇迹人生。